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温哥华地产经纪 Edison， 我希望大家可以越住越好嘅，所以今天就来到呢个 West Coquitlam 嘅地方，带大家睇下呢个全新就会发售嘅项目，叫做 Como， 项目咧就好快会开卖噶啦。嗱，你公司咧有一个特别嘅优惠，可以优先预览啦，优先拣楼啦，同埋一个限时嘅 incentive 回赠优惠，记住睇到片尾咯。今次呢個發展商價錢咧係非常之合理嘅，一房嘅單位咧係由23萬開始，兩房嘅單位咧係77萬，三房咧都係95萬開始啫。咁咧個價錢咧係非常之大眾化。Como 佢嘅地點咧就喺618 Tyndale Street 呢個 K 字嘅地方，由呢度行過去 Coquitlam 嘅天車站咧係幾分鐘嘅時間，往北邊咧就係去到 Port Moody 嘅地方啦。咁嗰度有山有水。假日嘅時候咧，好多人都中意同小朋友喺嗰度燒嘢食啊、玩啊。嗰度有一個叫做 Rocky Point Beach 咧，係一個好靚、好優美嘅地方。而往西邊咧，有一個 Burnie Bay Mountain， 好出名嘅 SFU 西門菲沙大學咧喺嗰度啦。由呢個 Coquitlam 天車站去 downtown 咧，大概30分鐘嘅車程，而去到 Brentwood 咧都係20多分鐘，非常之中心嘅地點。而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咧，就係 Lowheath Town Centre 呢度咧。是幾分鐘就到了，咁嗰度有商場有食肆咧，係一個發展得非常之好嘅區域嚟嘅。Como 呢個項目咧，佢有一個姊妹樓，就係呢個叫做 Alina， 咁 Alina 係上年開賣，咁而家你賣過咧，已經係超過95% 嘅單位。發展商見到咁大嘅需求咧，所以而家咧就係加快推出呢個 Como 嘅項目。而家喺展銷中心咧，個 model 咧都未咁快係趕得切做好。但係已經好多人咧係想喺度買單位㗎啦。發展商咧係好值得信賴嘅，佢哋嘅名咧係叫做 The Strand。咁佢哋喺北美洲咧已經建屋有47年嘅歷史，佢所建出嚟嘅單位咧有超過25000間。正正喺呢個展銷中心嘅對面咧就係佢哋項目 The Oaks。你見到發展商對佢哋自己起樓嘅質量係幾有信心啦。Como 咧總共有14000尺嘅會所，喺3樓咧有 Business Centre、Gym、會議室、娛樂室。而上到29樓咧，最特別的地方咧，上面係有一個空中嘅花園，有 Steam Room 啦、Sauna 房啦，而出邊咧仲有一個冷熱水嘅 Spa。咁呢度咧望到好靚嘅風景㗎。如果投資嚟講咧，我會介紹大家咧係 A2 嘅單位，佢係09嘅 unit 啦，每個單位咧包車位。咁呢個位置係非常之方便嘅，咁所以攞嚟出租咧係完全冇問題。如果想玩一個比較大啲嘅單位咧，咁可以諗下 D2 嘅户型，係兩房加書房，室內面積咧係去到887尺。咁喺依邊望出去咧，望到成個高桂林嘅山景。發展商嘅展銷中心裏面嗰個示範單位咧，就選取咗一個 D2 嘅户型，而家就帶大家去睇下。D2 嘅户型咧，的確係我自己最中意嘅單位。你睇下佢一個西北嘅方向，係一個 corner unit， 加上出面你睇有個幾大嘅露台，所以成個西高桂林嘅景色咧都全部睇到曬。而再望去前面呢個山頂咧，就係呢個 SFU 啦。咁而家嚟到廚房呢個地方，因為廚房部分佢而家選用顏色咧就係呢個深色 sunset 嘅顏色，咁仲有一個係 sunrise 淺色嘅顏色嘅喎。咁而家就俾大家睇下廚房度部分咧，你見到佢有一個加大咗嘅廚櫃啦，咁佢好好放，空間感亦係非常之好。嚟到呢度咧，廚房嘅電器又實用又大方又好睇，咁嘅設計廚房你中唔中意啊？咁主人房係一個套房嘅設計，咁裏邊係有浴室啦，出邊呢個瞓房咧，你見到佢而家擺咗一個 queen size 嘅牀咧，側邊咧仲有好多嘅空間。咁衣櫃裏邊咧，佢做咗一個 organizer， 呢個咧係可以俾大家參考啊。你知道在温哥华夏天比较热，所以很多新的大楼已经有这个冷气的设备，这个大厦也是有，还有楼底是有9尺高。因为我们是第一批经纪，所以是优先来预览和预留单位，加上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，一房是2500元，两房是5000元，而三房是达到有15000元的。所以快点来找我 Edison， 我电话是604-813-8311。多谢大家的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